的比较水平的桌面上，如果桌面不平，地球仪可能将无法悬浮。将电源 DC 头插入产品接口，产品亮灯代表已通电。地球仪北极向上。辅助工具放在地球仪和产品之间。先轻轻放开地球仪下面的手，再轻轻抽开辅助工具，地球仪即可悬浮。